师傅，那位施主醒过来了吗？太好了，还是您医术高明。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。你忘记上次的教训了吗？弟子不敢忘，可是弟子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唉，你还是千般太多。阿弥陀佛。 喂，是我，黄司令。严嵩生，这次你做的很成功，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，很不容易。司令过奖。我已经上面请示，给你请功。如果那边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尽快带队伍回来吧。谢司令抬爱，但是我这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现在还在逃。请司令再给我两天时间。 恭喜严长官晋升有望。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，于老师。 我希望能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。我来到幽县，并不是要谁的命。我是为政府做一个整顿。现在我们关押了一些人，这只是暂时的情况，是希望大家能有个思想上的转变。至于我本人，我更是希望能和于老师达成共识。 你别说了，我也不会帮你的。你我之间也没有什么共识。我要的东西很简单，你不帮我，我一样拿得到。但到时候，你的处境就不一样了。我知道等待我的处境是什么。 我不会因此而恐惧。你们没有杀我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抓到谭俊，这一点我很清楚，所以我很高兴的还活着。
你的信心早晚有一天会用完的。每个人都有他的底线，但你也别忘了，每个人的底线都不尽相同。于老师，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你不用这么不近人情吧？你给我面子是有原因的，我不可能改变心去迎合你，所以啊，请你对我也不要客气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马副官，这个人交给你吧。大哥，这个人一定掌握了很多重要的信息，比如联络人、接头地点等等。暗示他，只要找到谭军，其他的人都可以宽大处理。我明白了，对付这种人，我有一套办法。但是也别太狠了，给他留一口气，这条命我可能还有别的用处。是。南昌发生的暴动，不知严长官对这个新闻怎么看呢？那只是一小群认不清方向的人，不值得一提。是啊，已经有些人签署了声明书，承认攸县工人联合会是非法组织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立即释放，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签署声明书。看来这个政策还是管用的。是啊，但还是有些人不肯改口，于忠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。我已经把于忠交给刑讯室了。那他可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未必吧。您还有别的办法？或许可以让于忠为我们做些好事。报告。进。报告长官，通缉令已经派人贴出去了，不只是攸县，其他县城也派人去了。很好。刑讯室有什么消息吗？于忠还没有松口。他说什么？他要求释放谭军的父亲和弟弟。你要不要亲自去一趟？再给他们两天时间，告诉下边的人，给于忠留口气。是。等等。给于忠带一份今天的报纸。您刚才说让于忠做点好事，是什么意思？县里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代替工会的组织，让于忠出面做领头人，利用他的影响力，其他人也很快就会服从了。那怎么才能让于忠和咱们合作？这个王处长就不必多虑了，严某自有办法。那好，那就等着看好戏了。啊，另外，吴县长托我问一问，这次行动还需要多长时间？吴县长的意思是怕我赖着不走吗？不不，只是随便问一问。请王处长转告吴县长，洗不干净的衣服，就算洗过，也是一件脏衣服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周先生为什么还没有休息啊？啊，我睡不着，出来透透风。哎，行知小师傅，你怎么也不睡？啊，我师傅一咳嗽我就醒了，他受凉就会咳嗽。过来坐。周先生为什么睡不着？是不是伤口太疼了？不是，我在担心一些事儿。哎，你别叫我先生，其实我比你大不了几岁。报纸看到了。看到了，但不知道你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你想多了，没有葫芦也没有药，我只不过是觉得外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有权知道。有权？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要纠正报纸上的措辞，这并不是暴动，而是起义。起义重在一个义字，贵党的义在哪里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社会，为了人民，为了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，这就是义。贵党拉拢一些有投机心理的官兵，发动兵变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夺权。夺权？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夺权，而是反对你们的屠杀政策。从四月到现在，你们屠杀了多少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？在上海，在长沙，在武汉，在这里。南昌发生的暴动恰恰证明了贵党的叵测居心，以国民党的名义打国民党的军队，你们就是这么和我们合作的？你错了，你把顺序弄错了。我共两党的破坏者不是我们，而是你们。南昌的成败与否并不重要，它只是一个开始，是大势所趋。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武装，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番号。我相信很快会到的。我愿意再给你一个契机，一个让你重新做出另一种选择的契机。我的选择早已做出，如果还要给我选择的话，我问你，你自己有选择吗？你是个好记者，可惜你走错了第一步。下棋终会分出胜败的，不到最后。你怎么会知道谁胜谁败？我真心希望你能活着看到党国的胜利。行知啊，我做完法事很快就回来了。师父，您路上一定要小心。你和住在这里的人来往不要太多。弟子明白。尤其是那个周先生。师父，我觉得周先生是个好人。你为什么这样认为他？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。你才见过几个人呢，就敢说他不同啊？弟子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他平时做些什么？
又怎么会跌入山谷？这个弟子不知。可是他说过，他知道怎么能让穷人不再受气。弟子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。人并不能简单地用好恶穷富来区分。你本可以不再被尘世间的喜怒哀乐所干扰。这几年你做的不是很好吗？可是有些事弟子还是不明白。那是你的心不静，又怎么能够听到该听的声音呢？请师父赐教。行之的行要行什么呢？行的是善，是念。对，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受过戒的出家人。弟子知道了。你先下去吧。行知小师父，又见面了，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来找你。我是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袒护谭君呢？不仅仅是你，还有他的父亲，他的弟弟。你们不觉得谭君本人这样很自私吗？我维护的是未来，是希望，不是单单的一个人，要连累他的家人，这只会给你罪加一等。你还真是执迷不悟啊。把他给我放下。这是一份任命书，县政府决定成立攸县工人联盟促进会，请于老师出任主席。你是想让我当叛徒？一样是为工人做事，这怎么能叫叛徒呢？我还没有糊涂到相信你们肯为工人办事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们作对呢？可能是你家庭的背景让你无法知道一个普通百姓的疾苦，你是受益者。你怎么会理解我做的事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认识的不是我个人，是国家的安危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有些错误必须纠正，但要纠正这些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就是这份代价中微不足道的一员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呦！啊，你们卑鄙无耻，卑鄙！
你受了刑，然后你想通了，这份认命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相信你这样积极认罪的态度能够感染很多的同志。来吧，给于老师换件干净衣服。你们卑鄙！你们卑鄙无耻！兄弟，怎么回事？李边请，来李边请。晦气，请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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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输光了还赖着不走？啊，再不走你要光屁股了！快滚！老子总有转运那一天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嘿，这人。老哥，这上面写的啥呀？这通缉令啊，悬赏捉拿一个叫谭俊的人。这个人是个革命党，他扰乱社会治安，身上有武器，可能就他的一线通缉他。赏多少钱？50块大洋。50块。老天有眼了，我要发财了。报告，是。报告长官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于中自尽了。你说什么？于中割腕自杀，自尽了。赶快抢救啊！医生说人已经死了。长官，里边就是。我说过给他安排一间好一点的房，这已经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了，专门腾出来给他住的。当时为什么不抢救？他是在最后一个士兵最后一次巡逻完之后割腕自杀的。第二天早上发现时，他早已气短身亡了。夜里没有人巡逻吗？这是我们的失职，我会立刻查出是谁玩忽职守。死人的东西晦气，马副官，哟，告诉咱们兄弟，把于老师手腕上的伤口清洗干净，换上体面的衣服，好好安葬。是。进。严长官，王处长这次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关于于中的死亡报告已经写出来了，听说您要过目，另外还给您送了一份请帖。这可是禁书啊！
吴县长，听说您刚从监狱回来，他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了一趟。万一于忠在牢房里留下什么线索呢？还是严长官考虑的周全。您到攸县之后，日夜辛劳，还请务必赏脸。您言重了，我尽量争取。于忠一死，事情也就差不多了。那剩下的人，严长官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再考虑考虑吧。事情不是于忠一个人死了就能解决的。畏罪自杀，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这么处理，也不用多写。畏罪二字有些冤枉他，自杀二字又弱化了我们的士气，可是改成不肯投降被我们处死，这也好。那请柬的事儿你可别忘了。知道了，那就麻烦王处长了。那我先告辞了。长官，卑职有一事不明。讲。为什么要改成不肯投降被我方处死？于忠是因为不想被他的同党认为是叛徒，所以才自杀的。我虽然不理解他们的信仰，但是我尊重这个人，所以还他个清白吧。属下明白了。另外，明天把于忠死亡的消息贴到城外，筛选关于谭军的线索，哪怕没有结果，也要一个一个查。谭军一定活着。您这么觉得？于忠的遗书就是写给他的。他知道谭军活着。长官，长官，我知道谭军的下落。今天都已经有八个人说知道谭军的下落了，他们都是骗人的，我说的才是真的。哼，我看你这个模样也是来骗钱的吧？我懒得跟你解释，我要求见你们上级。你还没有跟我说一二三呢，就想见我的上级，你倒是想得美。那你就说说，你都知道些什么情况？我知道的可多了，我还知道他睡觉打不打呼噜。你就别跟我说他打呼噜了，你就说他人在哪儿。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这个上头啊是有这条命令，只要来提供线索的都会给赏钱。你要是饿疯了想过来骗两顿饭钱呢，你也得把谎话给我说圆了呀。你长官，几顿饭钱可套不出来我的话。反正见不到你们上级，我就不说。这平白无故的，你说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来来来，给你几块钱买点吃的啊。咱们长官啊不在乎这么几块钱，他是铁了心要找到这个人，你要是能把这个人给我带过来，哼，这钱呢少不了你小子。你倒是说啊。长官，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他是从山上摔下去的，浑身是伤，而且随身还带着一把枪。你说的情况属实吗？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。顾三儿，臭小子，我可找着你了。躲着我，还躲着我。这小子欠我钱。长官，你救我，我有情报的。走走走走走走，长官救我，给我过来吧你。顾三儿，躲我躲了大半年了吧？我说你小子真带种啊，还干到攸县来。
老哥，我马上就能弄到钱了，真的。这利滚利算下来多少钱？你心里有数吗？你，老哥，我一有钱就给你，就这几天。呸！猪脑子才信你。哼，顾三儿，跟我走一趟吧，咱们按老规矩办事儿。哎，老哥，老哥，老哥，我马上就有钱了。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老子宰了你！我，哎呀！我这人不信命，我生在穷人家里，念了三年私塾就去做学徒工，从早忙到晚，连顿饱饭都没有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，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我才知道命是可以改变的，只不过需要努力，需要方法，需要团结。革命，对，革命，什么是革命？革命，革命就是推翻旧的世界，建立一个新世界。在新世界里边，没有穷人，也没有人受欺负。新的世界，新的世界。你刚才说他在哪儿来着？就那边。严长官，这个顾三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个流浪汉。除了这上面记录的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说他知道谭俊在什么地方，可是拿不到钱，不能告诉我。他知道谭俊在哪儿，你不带他来见我？我当时以为他就是个骗子。他还说什么了？对了，他还想说什么来着？可是来了一个放高利贷的，把他给打走了。所以我想。他应该是个赌徒吧？你们两个带我去赌馆，门口守着。二位长官，您这是把你们老板叫出来。好，您稍等。哟，这二位长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顾三儿这个人你知道吗？顾三儿。认识啊，那臭小子在我这儿赌光了钱，哎，磨磨唧唧不走，他以为我这儿什么地儿呢？我派我手下直接把他打跑了。他输了多少钱？他能输多少钱呢？他压根就没带钱。没带钱，他拿什么赌？哎，实不相瞒啊，他有个东西压我这儿，拿出来看看。我们赌场有赌场，赶紧拿去。行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你快看吧。哎呀，就是这尊佛像，那小子可太能赌了啊！他都来不及把这佛像去当铺的给盗了，就直接跑我这赌场来了。他还压我什么东西呢？哦，上两个月压过一个香炉。不过那个我早就卖了，那也不值钱。哎，不是那个什么，哎，叫上你们李队长，带我去最近的寺庙。是。哎，不是那，长官，我真不是那意思。师傅，您辛苦了。没什么。哎，这两日寺里如何呀？师傅。行之无能。怎么了？寺里有人行窃，您房间的一尊佛像不见了。哦，不要随便怀疑别人，物品事小，人情事大。是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，寺里一切正常。过两天我跟斧头下山，用柴火换些米和面上来。另外，一直在给周先生敷药，他的伤恢复得挺快的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。行之，抬起头来。
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？师父，我没有不听您的。你的眼中有了很多杂乱的情绪，快请周先生到我房里来一趟。师父，这不是周先生的错，您不要怪他。你快去请他来。是。快去。是。去吧。叫！周先生，你的伤恢复的如何了？特别好，谢谢主持。我的徒儿给你增添了不少的麻烦。怎么会呢？行知是一个聪明又懂事的孩子。行知有好奇心，虽然在山里住了这么多年，可还是忘不了俗世。尤其是你来到的这几天，行知是我带大的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了解，所以我能感受到他这些天来所发生的变化。我确实跟行知小师傅聊过几次天。主持，你要是为这个，我并不是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我只是不希望星之他再受到伤害。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给我看这份报纸。我知道我的时日不多了，行知要留或者离去是他自己的事。您这话我听不懂。我知道你一定认为我叫你来是让你远离行知，行知也一定认为老态龙钟的我十分依赖他，担心他的离去。其实你们都错了，人的变化如同四季的转变，无法阻止，但却需要契机。如果你是他的契机，他自然会跟你走。可是您几乎不了解我。你的伤已经转轻了，这两日就可离开。我的这些话就不要告诉星之了。我明白，您放心吧。回去休息吧。谭先生，我很佩服你。阿弥陀佛。胡爸爸，刚回来。佛教呢？怎么还提那个？我告诉你，再有一次的话，不管你怎么威胁我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放心吧，绝对没有下次。周老板已经走了？没有啊。来，我来吧，我来。你念经去吧，你念经去。
都好了。好了，哎，好了。我把师傅和我的拿走了。喝点，虽然是稀的，但总比没有强。